我们掌声欢迎杨大宝。大宝帅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宝。好，其实呢，个人非常喜欢找事的。先请问一下子聪。云龙，那可以叫你小云吗？还是要叫小龙？小云吗？好吧， okay. 好，小云。那你有看过？其实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，就是魔术师从整副牌里面，就是你洗过牌，然后呢把四张一直找出来的这种魔术。有一次呢，我在表演这个魔术的时候，我去表演的时候，我就是像这样，我把牌像这样拨一下，我眼睛非常好，平常看女生练的，咻咻咻，去捷运站看那车子过去，咻咻咻。就知道那些女生就这样练出来，所以说我如果把 S 找出来，我刚才像这样拨一下，你可以跟我一起看，这样拨一下，我看到大概在第七张，它是一张 S， 所以说呢，我现在这样大概手感也很好，我大概拿起来这样，这是八张，这张应该不是，所以说第七张它是一张 S。哦，所以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第七张是一张 S。可是男生就说，这你看到的，你只是手感好，对不对？这并不是魔术，那我想挑战一下，我想做一下，就像这样。我把牌像这样子，再洗一下好了。这次我想做一点不一样的，我想要像这样子，我甚至不要看，我看另外一边，然后我再摸一下，我随便像这样切一下，应该是没有摸到，应该不是这张。再洗一下，然后呢，再稍微切一下，有摸到，应该是这一张，它应该是第二张还是什么？可是这样太慢，了。其实我刚才找的时候这样子，其实。切这个手法什么之类的，那你觉得这样算是魔术吗？还是就目前为止都手法而已，对不对？那怎样才叫真正的魔术？来喽，我现在想想，把牌洗过，全部把它洗在一起，帮我敲一下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可以看到，在你敲的过程中，整副牌就像这样子串起来，就只有留下这一张，它就是最后一张，谢谢大家。那这一副牌是不能用了，好了，严肃的演完了，那我们要开始开车了哈。好，不知道大家，你知道吗？当初我就是觉得我想要走这种帅气的风格，有没有觉得盖那跟我完全不搭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看过综艺节目或者参加过团康活动？有一个游戏是这样的，这牌不能用，都粘在一起，外面有在卖哦。最近没有秀啊，就有一种团康游戏，它就是这样子。我先把牌洗一下。就是说那种游戏，就是你有没有看过那种游戏，就是拿一张牌起来，然后吸在嘴巴，然后传给别人。有没有看过？我示范给你们看，这个游戏非常好玩。我先这样。那可以委屈你先把口罩拿下来。我先拿下。这游戏是这样子的，其实它主要就是说你把牌像这样拿着，然后像这样把它吸住。可以吗？你先试试看，这是 level one， 这要先吸住。你帮我先试试看，要不要吸住？掌声鼓励一下，做得非常好。可是其实把它吸住，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。真正难的事情是什么？等一下呢，我会吸住，然后我会传给你。难的地方就是说你要配合好我，所以说你距离近一点会简单一点。然后呢，我把它吸住，我要传给你，然后你要接到。如果他接到的话，记得帮他掌声鼓励一下，可以吗？好了，那准备了。啊！徐小溪，就是有这种人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上一次表演这魔术的时候是在美国，我在美国表演魔术，然后就因为这扑克牌嘛，我那英文也还不错，然后我就跟那个一个美国人，我就跟他说 ，Sir， I want to show you something really interesting. Do you want to try to suck my deck？超可惜的，他对我没有兴趣，不然搞不好我现在就是美国公民了。你看，可是真的啦，认真来，我要传给你，我跟你保证，我不会把它掉下来，掉下来那太下流。你们有女生在啊，小朋友还没长大，以后女生、男生学了骗女生哈、哦，女生学了不要被男生骗哈、哦。那我们就直接来了，我会洗好、哦。那先深呼吸，你不要我没掉，你故意掉哦。那我们就先开玩笑了哦，先深呼吸哦，准备喽。准备好哦，不会掉哦。不好意思啊，让大家看那非常恶心的画面，对不起。如果出问题的话，我自我介绍就是剪一个字就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宝哥，这样。我先把大拿掉。
可是我只是跟大家讲十赌九骗，这是可以练习的。像我是个有荣誉感的人，你知道我超级有荣誉感的。这游戏就是比谁上了健康对不对？好，不管，就是说我们因为这个游戏就是要比看谁传的多嘛，对不对？那基本上吸一张，那先试个我换一张了，那吸过，你试试看能不能吸一张起来，吸就是直接从桌子上这把吸起来。哎，可以吗？对，好不好？放下来，放下来，放下来。那吸两张有没有办法？因为它有隔着，我们是很难的。哎呦，小兄弟，有练过吸三张有没有办法？哎，这样子我被人家踢馆呢，我试试看吸两张，搞不好我还不行。哎，要调整吸力。好，你看好了，我跟大家讲，因为我还没发功，你知道吗？我有练习过，真的练习过。这样好了，这样好了，真的，我绝对比你厉害。怎么说？不能绕过你。这样好了，我有练习过，我可以调整吸力。这样好了，五到十五，给我任何的数字。十三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十三张的话，大概是OK， 十三张没有问题，十三张哦。你要不要先试试看，你有没有办法吸十三张起来？不行了嘛，对不对？看我演的啦，哦，这就是让专业的来了，来了，十三张哦。各位观众，十三，先把它拿起来看，我要数一下哦，十三张哦，这张不算，它掉出来了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三，十三，掌声鼓励。不是啊，这样子的话。证明我的吸力没什么意思啊！我找你上来一定要紧张嘛。我后来发现，我可以用这来变魔术。所以等一下呢，这样好了，我要让你随便选一张牌，然后呢，先直接选的了，好吧？我把牌往下拨，在你喜欢的地方随便你喊停就可以了。停，这里，把这张拿起来看，给大家看，不要让我看到，可以吗？好吧，放回来，放上来就可以了。好，大家有看好，不要乱看啊哈！我这边看不到荧幕啊哈，盖起来。然后呢，我把牌像这样稍微切一下，好。首先，那我等一下就是用吸的，吸给排起来，吸的下一张就会是你的牌。那可是我要先猜你的牌是什么，你要先看着，我要感应一下。我感觉到一个图形。然后想到那个图形，不要想歪。我看到两颗东西。哦、不对，这两颗是直的。所以说是黑桃二大桃二，耶、yeah! ！所以说这张牌是大桃二以后，等一下我就用我嘴巴把你的老，不是，我用吸的把你的老，不是，这怎么讲都错啊！我要用我的嘴巴把你的牌找出来 ，OK 吗？然后你的牌是大桃二，没错吧？所以说我要先感觉你的老二在哪嘛，我就感觉。不要想歪，我先把牌随便翻三堆好，我先感觉一下老二在哪里，在哪里对不对？我先把它像这样，应该有，哎，这里感觉没有，有感觉到什么？你知道这里感觉没有？你有感觉到吗？有感觉到老二在哪里吗？我有感觉了，我有感觉。我叫宝哥。我感觉到你的老二在哪里了。那要把它吸出来之前，要先培养感情。准备好了吗？要吸喽！再热身，开始喽！这会有点难，可以站起来吗？可以站起来，来喽！黑桃二，大老二。要热身，这还我感觉蛮下面的，老二蛮下面的，所以说会比较酸一点。吸了一叠牌起来，可以看一下，各位观众，黑桃二，掌声鼓励一下。所以说，哎，我们就找到我们小云的牌了。哎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我还剪掉。你还真的在那我剪？掌声鼓
鼓励一下，我想鼓励一下。